到的乐趣。现场对，风光明媚。一一介绍32幅荷花创作，简宏正对摄影的热情表露无遗。透过光影变化呈现荷花圣洁之美，简宏正用摄影阐述心中对佛法的体悟，传递生住异灭的意境。你个人的体悟，用相机，你融会那个观念以后，用相机的光圈、快门、ISO 把它表达出来，要用你个人的情感跟体悟。作品都有那个佛法存在，但是我们。真的是要看很多书才能够慢慢的去体会。从志工成为独具风格的摄影创作者，20年来，简宏正在人文真善美领域致力传承。患有白血病的陈聪林说：“人生最彷徨时，幸好有宏正师兄拉他一把。”在拍照的时候，我们社区里面的师姐都跟我讲说：“师兄，我挑不到你的照片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？我一场活动拍200-300张，怎么会挑不到照片呢？”他说：“怎么挑都挑不起那个我需要的照片。”32幅作品目前在台中慈济医院大厅展出。简宏正用摄影传递佛法，邀约大家一起细细体会。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好，他也有艺术天分。